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说是自从二战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淡薄的一个总统，他的关注点不仅不在朝鲜问题上，朝鲜方面可能压根就测试不了特朗普，而是会给中国与俄罗斯出一道难题，因为特朗普一定会顺带将这个皮球踢给中俄两国，测试一下中俄的反应，看看中俄的表现。